在是否就不用说再见 No 如果结局已经是那么明显我又是否应该收起所有想念也最好不要出现在你眼前说清楚是否总熬过再沉溺让过去永远留恋在回忆、yeah, Baby 早已心里预备不再去问对与不对反正一万不会感情从没有老